好，接下来哦，不是主持人在自夸哦，我们学生郭小小朋友非常的多才多艺，表演也是非常的多元哦，有最可爱的低年级，最热情的中年级，那现在就轮到我们最最最帅气的高年级出场了，请掌声鼓励。 好，现在他们要我们带来的呢，是非常精彩的 MV